设定图片视角与透明度。我们陆续的新增了很多张的蝴蝶的图片进到这一个背景上面之后呢，那我们可以直接用滑鼠啊去点选角落的这个蓝色的点，那我们就可以自由的去做图片的放大或者是这个旋转啊，都可以非常容易的去做到。那不过有时候我们只是要做图片的放大跟缩小，并没有要旋转啊。可是呢，因为在操作上啊，非常容易的哦，就产生了一点旋转的这种状况啊。所以如果说我们今天只有单纯的要放大或者缩小的话，那我们可以先按住键盘的这个 Shift 这个按键，那再来做这个移动啊，那我们会发现它就是只有这个放大缩小而已，好，它就不会去做这个旋转的部分。好，那另外呢，如果说啊，我们的这个蝴蝶呢，它在这个画面上的安排哦，虽然可以产生一些大大小小的旋转的这些样式的不一样啊，不过看起来呢好像还不是那样的生动哦。那我们注意到上面这里啊有一个圆形的圆点，那透过呢我们修改这个部分啊，就可以产生不同的视角的一个变化啊，所以呢配合这个放大缩小的这一个动作，我们就可以制造出说，哎，好像啊这个蝴蝶呢在这个画面上啊是真的用各式各样不同角度的这个蝴蝶呢在做一个飞舞，好，那这样看起来呢就可以有更有这一个立体的一个空间感，好，那我们的这个画面呢当然了、也就会跟着变得活泼许多。那甚至于呢如果我们在比较远方的蝴蝶，那我们可以再透过这里有一个拉杆，那这一个拉杆呢就是调整它的这个透明度，好，所以各位我们可以看得到，当这个拉杆呢越高啊，那它就是呈现不透明的状态，那越低呢当然它的透明度就会越高啊，所以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呢再去做出一些更不同的一些变化。那所以呢这些效果啊重复的去运用啊，不断的去发挥各位的创意啊，就可以制造出更多不同的一些效果出现。